大家好，我们是 NASA。我是担任第十三代前田敦子的NASA。我是担任第九代大岛庸子的喵儿。哇，两位现场有很多亲友，还有好朋友，有一些粉丝到场来支持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带来的演出是非常可爱，很有活力，而且呢，让人觉得好像到现场的那个演唱会现场一样的感觉哦。谢谢两位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，谢谢，再次掌声献给我们的第二十组参赛者，谢谢。